就有点胸闷，喘不上气儿了，头有点晕，然后就在拐角上还有那个楼梯上坐着断了一会儿，有几分钟的时间吧，然后感觉自己上楼再上不起来，就想下楼来，然后下楼的时候就感觉脑袋一晕，没有感觉，然后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地上了。来检查的时候是血压高，血压高说是突发性高血压嘛，好像是。院医生说可能就是加班时间太长，有点累。晕倒是突发性的嘛，然后当时一些工作没交接，当天住院，晚上在医院输完液之后，然后大概9点左右吧，又来到局里把工作和需要汇总的一些数据汇总之后上报，然后进行了一些工作的交接，大概凌晨1点就回到医院了。我这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民警，像我这样的民警还有千万个，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通过群众们的配合，全社会的帮助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。